伟大的中国绘画，我又找到一本特别好的中国画册。因为它不像往常历史书那样枯燥，也没有长篇大论的史料堆砌，书里面的内容也很简单，就是读画。从魏晋南北朝开始，到唐宋元明清时代，展现了不同时期各个朝代的代表性作品，很有文学价值。书中的每一幅画先是以全景展示，然后介绍了他们的历史出处、大小尺寸、馆藏位置，以及作者的详细介绍和出生，这不重要。然后再根据每幅画的特点，深入浅出的带你读懂这些中国画，不知不觉就能学到很多有趣的知识。我觉得古时候的人画画都太有心机了，就跟他们写诗一样，会有很多隐喻，你知道吧？很多细节他们都会藏到画里，这一般人根本看不出里面的门道。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很有学习价值的，就比较适合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学习。哦，对了，这本画册呢还有两张超长的拉页，分别是《千里江山图》和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真的很长。我还是头一次在书里见这么大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这细节真的特别特别到位，他们就像一首首无声诗一般，值得我们反复阅读。这本中国画册推荐给你。